第一句，北京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必要坚固，不可挪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格林多前书15:58，来听哦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必要坚固，不可挪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格林多前书15:58，来听听看。所以你们坚固，因为越来越小声，可以看周报第十页啊。好，等于是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必要坚固，不可挪动。竭力多做主公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哥林多前书15:18。下一句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彼得前书4:10，来听哦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多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彼得前书4:10，来看看。个人要照彼此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彼得前书4:10，来再听一次啊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彼得前书4:10。下一句，人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传道书6:12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日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传道书6:12，来听看看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影儿经过，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传道书6:12，来再念一次哈。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？传道书6:12，来下句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圣灵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哥林多后书3:6，天空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圣灵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格林多后书3:6，来变。他叫我们承担圣经的知识，不是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圣灵，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
圣灵是教人活，格林多后书三章。